走吧走吧，快点。我给你拿走。旅行了你还不走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好了，我把你装在这个箱子里可以。哎呦，多来一个。哎呦，新婚小夫妻哟。这502应该是他的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会儿。这长得感觉像这不想去了，不行啊，你这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人家眼神是崇拜。妈呀，亲不够啊！你咋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太腻太腻。嗯。好了，去吧，别磨叽了，快点走吧。哎呦，整得像我小时候去幼儿园似的，快点。哎呀，这感觉这个节目好像拆散了什么。这出门前完全属于难舍难分啊。些许有些动作是欲言又止，你知道收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朗朗的意思是不好意思啊，这次有点收敛。这次收敛了点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觉得朗朗对他媳妇儿特别有一种家长对自己孩子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我有点担心他这个。主要我担心啥？这是语言问题。你说你不能走都是。哎呀妈呀，都那玩意儿，你说这个大家有时候可能听不太明白他说啥了。咋听不明白东北话呢？这走哪都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这哎呀妈呀，姐姐们上这儿了。对对，咱中午吃点啥呀？吃点肉，吃点肉。他得需要有些朋友，尤其是这些就是特别好的姐姐们带着他啊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啊，父亲。Hello. 父亲。有的时候还是不放心吧。啊，你看，不放心。你看你这个姿势就很像一个老父亲。哎呀，我就觉得，要不下一次录制你自费在后边跟着，自费跟着偷摸看，哎，偷摸看，这点少说了一句话。